再戰一丁 ，Celine 妹妹有信心，阿爸被串借女上位。因为参加全美一丁而人气急升的九岁小巨肺谭子君 Celine 寻日就同父亲谭信生出发去到美国再战一丁啊。Celine 坦言有信心力压美国的小巨肺，准备再为广增光啊。不过当阿 Celine 一家四口入闸的时候，机场职员正在内部通讯的对讲机忽然传出呢句对话：系咪借个女上位嗰、那个？睇嚟 Celine 妹妹要努力比赛。爸爸谭信生一样要在形象方面努力啊！你有个对手都是九岁噶喎，你好叻喎，十岁啦，十岁啦，你哋有倾偈啊？冇啊，都冇见面。会啊，今次会应该会见到喎，系嘛？应该可能会见到。我哋分两组嘛，咁啊两组live show 咁样，应该会遇到嘅。我覺得呢個十歲嘅大你一歲嘅姐姐，你覺得點啊？有冇信心贏佢？有冇信心贏佢啊？有啊！俾心機都盡力啦，盡力而為啦，係咪？係中意你開心嘅，係啦，係啦。我當佢贏咗噶啦，已經。佢去到呢度已經好犀利噶啦，為華人爭光啊！